我是刚刚练喝的那一百三年，八月八号，潍坊那样的。南澳将要积分阶段行驶哦，原开往花莲，今天开始暂时阶段行驶。二幺四树林发车，今要背回向南澳。皮皮之阳啊，V102，皮皮之阳啊，在，不用那里，不用是八分八吧。我坐。一路睡到南澳站回来，我已经起舞。真的。啊，不等，啊，吃饭了。什么？750啊，获利啊！我的750，然后 C 三车945圈呢？7205出了95 C 三车。噔！哎，九二单台电脑。水泥倒车了，哎呦，但还有，那水泥声音倒车了，气雾就不错了。那就了二幺车，树林发到江北，回线，然后南澳到 PP 这样，关闭车门。哎，今天最近有看到那个了吗？十三姐，徐光好。徐光好还没。还没，今天应该会。对对，你自己再注意一下。好。好。站哪的？我已经遇到了15节的 PP 车厢。好。对。15节加2节。太猛。推拉式。昨天我遇到了，来租嘛。你不买新拉这种。15节，对啊，已经还不错，要破纪录。颜色。对啊，要破纪录了。下个一定要给他做下去。真的。对啊。啊，那一装没有变，是机电有变。啊，哥哥午安，再见。好啊，好。九点三十分钟，八月八号，在瑞芳那期。还有南澳。109单电路 PP 电脑加129单 PP 102单电路 PP 电脑 PP 加。在瑞芳那期哦，还有南澳二一二四。